那刚刚讲到身心安乐，那身心安乐世尊啊，他有讲到有四种人啊，有四种佛告比丘，有四人出现于世，哪四种人呢？第一种叫身乐心不乐，有一种是心乐身不乐，或是有人身心俱乐，或是有人身心俱不乐。那我们来了解自己，身乐心不乐吗？身乐心不乐吗？没回答。好，心乐身不乐，这种偶尔啦，偶尔身乐心不乐，偶尔心乐身不乐，是不是？身心俱乐吗？身心俱不乐吗？也没有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凡夫是不是非常态？非常态。这里面世尊就解释，他说身乐心不乐，是在讲作福的凡夫。作福的凡夫，他是四事供养，没有错。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都有供养，无所乏短。他供养之后啊，他的果报是不是会生乐？但是呢，他自己没有进入修行，所以不能够免除三恶道苦。不一定三恶道啦，应该是说不能免除轮回之苦。所以这种状态是不是身乐心不乐？你可能四事供养，凡夫嘛有作福嘛，所以你的果报状况还不错，但是却不能毕竟解脱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空间？第二种人，心乐身不乐。心乐身不乐讲的就是修行人，譬如有证得阿罗汉的这个修行人，但是他这个过程呢不做功德，如果他并没有真实在度化众生，纵使你在这个慧学上面有所领悟，那心乐呢，但是罗汉空波啊，所以四事供养当中不能自办，其实自己也没有真的做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能免三恶道苦是没有错，是能免三恶道苦，但是呢他却有罗汉空波。那你说我们福慧两足尊的诸佛，他是不是所有一切里面不管物质的不管精神的，是不是都齐头并进？我们不能说修行里面我着重帮助人好人啊，做个要死，智慧不开窍，这个也不够吧，是不是？大象挂璎珞听过吗？是国王的坐骑，什么都弄得很庄严很漂亮，又如何？愚痴啊。罗汉空波，大象挂璎珞，这都是福慧不均等啊。所以心乐身不乐就所谓的阿罗汉。所以修行是不是要齐头并进？第三，是不是身心俱乐？所谓的身心俱乐是真实做功德，在修行的过程四事供养无所乏短，你真的对物质是不执着的，所以自己在修正上面也能够互惠啊，所以免三恶道苦，而且能够证得自在解脱，就是身心俱乐。那身心俱不乐呢，讲的就是凡夫不做功德，也不四事供养，所以自己不能免除三恶道苦，身心不自在，不得解脱。所以这种四种人，是不是就世间的四种人呢？世尊都帮我们分析的很清楚，诸佛都讲解的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
我们可能是生乐心，没有极乐，那我们要好好的修行，但是福慧两足尊，不是一定是用钱来做供养。所以所谓尘世供养，有的是福劳役，我们要福慧都要修的。而每个人在你自己所拥有的范围里面，你怎么看自己的资粮？你怎么看自己可以供养一切的资粮？有法供养，有物质的布施供养，有福劳役尘世供养，这里面也是修行，也是学习啊，它不能比的，它不能比。所有圆满成佛的，这些都一并做得彻底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四种身心安乐的状态。如果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的道理，要知道了，你会不会补足你自己？会不会？会。之后你的果报是不是家属资具？自然是这样啊。所以每一愿都是要跨越很长很长的时间，那它的果报都是要我们自己去圆满的。悉皆丰足啊，知足能常乐啊，无求品质高啊，对不对？真的知足，纵使一块钱也是满意的，不知足纵使一百万还觉得恐慌啊。知足的话，有一辆脚踏车就能代步啊，不知足啊，双逼也怕人偷啊，对不对？还可能想要更新更新的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其实在那个内心那个拥有的安然，如果你不安然的话，所有的一切那都不具足那么伟大的那个作用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以前看过有一个男士，他开的是双 B 的，他买了双 B 不开，是请司机来开，是不是身份更高？是不是？那假日的时候司机不用来上班啊。有一天啊，他太太的车子坏掉了，因为平常出去就他太太开，他坐在后座，大老板嘛。有一天他太太的车子坏掉了，他跟客户有约啊，哎呀，就是上了他自己的这双 B 汽车，连发动都不会耶，因为那个发动是不大一样的，它有好多重不一样的锁啊，连发动都不会，好气好气啊！被他去等下，我告啰嗦，这发动不响，好生气。然后家人就劝他快去快去啊，打小黄啊，给我给贼了小黄，干没空啊靠哎。把自己设定了，这样他有没有丰足？他好匮乏，他真的很贫困，有钱中的贫穷者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些是一个一念之间的，这个一念之间。那以前的大德是讲一波千家饭，问到了厨房给他拎刀，是不是那种自由潇洒？那我们人生命里的丰足是什么定义？是什么定义？真的是在念念当中，真的就是念念当中。我记得啊，也看过一些现象啊。话说有一个男士，他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，每天就想着，这笔生意如果完成的话，应该有多少利润？然后如果呢，我每个月都能保持什么样的收入？那这样我几年之后就可以拥有什么？又有什么？又有什么？
就每天就在幻想他的金鸡生金鸡蛋。啊，想着想着也很努力的工作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他好烦恼。很努力的工作，也很努力的烦恼，也很努力的妄想跟幻想。就劝他放下吧，不要妄想。努力的工作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想那么多。他说啊，人就是活在对未来的期待跟那个想象当中，这样才会让我有动能继续走下去，才会知道我的明天会更好。他理论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劝他说，你明天没有更好，你今天就烦恼憔悴不已，你明天又要想象后天，明年又要想象40岁50岁以后的那一年，你烦恼永远追着你跑，你没有享受过每一个你的今天，你在担忧着这个声音，得失在其中。这个男士苍老的好快哦，20岁看起来像35，35看起来像50，因为他的心就在忧虑当中。什么叫丰足？对于物质需求计划，对于生命的追求享乐跟以为，这些其实都不踏实，因为没有进入我们修行里面的体性上，他没有从真实的道理里面去修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固然有这么多的因缘法，但是在生灭的物质现象，去知道你要如何的放舍。那你真的在这里面让所有一切的众生共享那个回向心，那个意愿。话说啊，这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，在我过去也是略略有一点小小的经验，就是只要看到人家那个叫什么劝募的那种单子，我都不会空过，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定有。只要有什么单位，有什么穷人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就是这样去发送。到有一年呢，不是到有一年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很开心的，就看到了就去做。做到中午要买便当，哇，剩35块，一个便当啊不够啊，超过35，于是就去吃阳春面，少一点，35以下。哎呀，到下午的时候，工厂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必须去宜兰处理，加油没钱。口袋零蛋，没钱，他都没钱啦。可是要出差，还好，跟这个出纳先请领了一点出差的费用，加满了油出差去。去到那里，哇，事情没办法处理完，得隔夜，没钱住旅馆。这个是听起来是不是很难堪？可是你心中不这样读，你觉得很自在。然后没钱住旅馆，那就更省一点啦，更省一点啊！那也要去买这个盥洗用具啊，就去买那种最便宜的啊，也是过。那过呢，心里想，回办公的地方，回台北。那回台北想说，户头里什么都没钱。去刷簿子，看有没有什么。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，就想说啊，去压压看啊，是不是都没钱？一张卡、两张卡，
以前那个时代是不可以透支的，是没有这样的啊。啊，去刷，哎，户头里跑出10万块耶！哎，这老天爷看到我没钱，给我10万块。原来不是，原来是布施借人家钱就忘了，结果那个人呢，他想到了，他有钱了，他就汇过来。还想说怎么会有这10万块？哎，就说一说，哎，这个人好久没联络了。想着想着想着，哎呀，原来以前他在最急难的时候，曾经情商要借钱，就借他了，就忘了这么一回事。你看多美啊！人看你要怎么。你要是记着那一年的那一天，我借他钱之后，大家都在想他，大家都在念他，那个痛苦就多年啊。可是这因果是不爽的，这因果是真的不爽，真的需要的时候就回来了。什么叫丰足？什么叫匮乏？你心中每天都端详的、在乎的这些，要细数自己拥有跟缺失，不漏不足，有缺漏的地方，我想那个心不会在道上，那个心永远在物上，你永远在自己的环境里斤斤计较。如果你能够这些万缘放下，然后生活维持的蛮简单的，哎，弃物弃入去物的这些佛法的道理，还真的有机会。同学这样举例够清楚了哈。所以呢，药师佛说啊，这些情形啊，我知名号一经其耳，重病悉除，身心安乐，家属资具悉皆丰足，是不是身心两上面都有做调整？他不只单讲物质上，所以他说乃至证得无上菩提。难道你这样有钱就能证得无上菩提吗？不是，是不是身跟心，是不是法要？所以这里面呢，它有很长很长的一段修行的路要了解。虽然借由这样物质跟精神上匮余的比对，让我们知道修行有好多的内容。那我们再讲，如果你照这样修，你乃至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是药师佛教导我们，他这么乐意来提供给我们，他已经证得无上菩提，而我们在受他人的物质或是法要上面的 这种介绍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成为是我的愿？如果我今天依然只是纳受别人给我的，而不接受药师如来或任何佛菩萨他的愿力的感召，那我也成为那样子的做法，我不可能证得无上菩提，因为我永远是在等待受辱，母亲给我 物品，或是我得受这个法受者的角度。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受之后，我也能来学习，这样我才可能证得无上菩提。那我们在讲证这个前，我们要先讲悟。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牵令的，是锁着、绑着、束缚着，在自己的烦恼、习气、环境之中，是不可能悟。那悟有好几重。你如果说，哎呀，知道我很穷，这不叫悟，这不叫悟。那有一种是，哎呀，原来我错了，这是在杂染中看到杂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错了，是不是杂染中看到杂染？知道我错了之后，把那个意愿，把那个我错了，
我愿意改，我愿意接受清净正确的讯息进来，这是不是另外一重的前进？佛所说的悟就是从这里前进，从这个地方才开始前进，这个地方开始前进呢，就是升起真智，升起真正的智慧，去了解所有的道理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不是我以为的我执，不是我以为的对立，我眼睛看到别人的错，我想象物质与我的关系，所以反转迷梦，就你不住在迷梦之中，觉悟真理实相。那进入了真理实相之中，是不是在清净中？是不是啊？我错了，是不是从杂染看到杂染？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转开你的态度、你的心念，然后让这些东西进来，是不是转迷？转迷，然后要走上悟得实相真理的路线。那么这个第一个资讯的来源就是听经闻法，就是听经闻法。但听经闻法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在迷悟当中会拉拔？本身是不是在这里会有一些拉锯战？有时候又迷了，又把这个道理找出来啊，不对，我错了，是不是从染又到净，替换掉那个染，是不是到净？然后在净里面呢，佛教修行真正的目的在开悟，证得菩提涅槃，也就是要悟他的道理而得那个智慧。所以我们听经闻法，它最后的答案是要让你什么？了解那个道理，实践它，实践它之后能够悟，是不是从清净中出发？所以悟在哪里开始走？清净，清净才能悟。你如果在染着中，只是我们刚刚讲，哎呀，知道我错了，要让正确的进来，你最后才能悟。那很多人不了解，就只知道我错了，我很惭愧忏悔，我悟得了，我那个还是叫知错啦，那不叫悟。所以佛教里面在讲悟，是要真的断灭烦恼了，道理浮现咯，空的正见出来咯，然后能够契入清净的佛性哦，体现哦，了解实相的道理哦，禅宗讲见性哦，这个才叫悟啊，这个才叫悟。那悟以后呢，这是第一次经验叫悟，第一次从这个道理里面，然后哎呀，智慧现前，看得很明白咯，是不是要从染走到净，再从净里面去悟，悟得那个道理现前咯，是不是现前？本来听经闻法是不是世尊给我们的道理，你悟是不是自己要去从清净中去看这些，是不是才能悟？悟完之后还要实践它才能证悟，它是次第的。那我们十法界的众生呢，他的迷悟差异很大，一直在染着里面呢，一直在染着世间的事、世间的对立、世间的这些冲突。前面六界叫迷界，哪六界呢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、阿修罗。前面六界叫迷界，后四界叫悟界，悟界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跟佛，因为他们真的证悟，所以他们叫悟界，所以称为六凡四圣。
同学听一听，知道我们有一些空间要前进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哦，每天生活不要还在杂染里面的，哎呦，你丢我唔丢，拼一下生死，拢你赢，好不好？两个感官少少来去死，是不是在生死里呀？输跟赢有什么意义呀？是不是要把那个清净回来，就看到生灭法呀？在这里面提升啊，这个内心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比对的啊！你把你的迷拿出来啊，你把你的悟拿出来，鼻子眼睛嘴巴都一致，这一件事情的看法跟里面内容的宁静度每个人就不一样。在悟界的圣人，他是认为这是生灭法，是因缘，然后这些呢是有一个空间可以走动，可是在迷界的众生就会在这生灭法里面有一种我执法执，有一种解释跟一种心情，这就差异啊。可是你拿不出来啊，所以证悟是怎么样，是完全是自证的，是内证的，是自己体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不假他人。那我们说悟啊，刚刚才讲你在清净中把这个道理显现出来了，这个智慧现前，这个悟程度差很多，有一分悟，悟一分啊，原来这是空啊，啊，有的东西空不掉，有的道理没显现，所以悟一分为小悟，悟十分为大悟，差很多。时间上呢，迟速快慢了，有的是见悟，有的是顿悟，那有的只是知道它的道理，叫解悟，你了解而已。当你真的体达实践它，你第一次是不是了解？听的时候是不是叫知解？那第二次你真的，哎呀，这个道理就是佛所说的那个道理，哎，没错，解而且悟了，是自己的。然后你还要真的再去实践它，以后它都维持不变，这叫证悟、证明、体得、体达实相之理，然后一直在里面，这叫证悟。所以如实的体验而悟入真理，这个过程是修习正法而来的。所以听经闻法是重要的，然后你懂得的这个智慧是契合于真理，是实相之理，它并不是自己想出来的。那修行的次第可以说分正了，也就是说分正法身嘛，它的次第一定是教行正。你是不是要受教？听经闻法是不是教？你是不是要去实践它？是不是叫行？最后你才能够证。当然证前面有悟嘛。那为什么我们讲证悟？证明自己所悟没有错，是不是先要悟，再来证？说啊，我开悟啊，悟到啥？一分，偶尔跟韩吉不同款。那个是一个所谓你厘清，我们现在讲这个悟里面很多是厘清明白，但是你有没有都一直了然于心，然后你去实践这个道理，再也不退转回来，安住这实相中。那我们讲证入，如果是二乘的极果，二乘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这种，以及初地以上到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都是叫分，它都叫分，所以分分正法身呢，只有到妙觉、到佛才叫满。所以很多人讲啊，他证悟啊，或悟入啊，或契入，是有，但是差异很大。所以悟有浅有深，有片面，有全面，这差异。
那这些我们只是大家知道了啊。正入果位，介绍说正果，我们讲说啊，正果世尊不是在讲吗？讲真上慢，为正果说正果，都是在讲毕竟，都在讲毕竟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我了解了，我体解了啊，我了解是悟得某一种东西，他又没有说他是佛，没有讲正果，而是在讲他有体得正悟，悟到某一部分，这些都存在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抓语病，说啊又开哦，就该等同他满分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是，他只是从凡有一个经验，然后他悟入，或是他证悟，他已经从凡出凡入圣，但是圣是不是入好远啊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在我们纵使有小小的体悟，还有好多好多要圆满的智慧，这上面绝对不能共高我慢，要永远了解，都在学习状态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正果啦，如果说我们以修行人声闻乘的话，他正阿罗汉，断惑正理，那也是叫正果啦。我们以圆觉的话，自己观十二因缘，然后证入辟支佛，也叫正果。但是这个果呢，都是在讲小乘的某一种果。其实只有佛证佛的一切智，才真的叫做正果。所以这个地方乃至证得无上菩提，是在讲佛的佛果。所以你如果慢慢这样修行，今天讲到介绍的第七大愿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帮助众生，身心上面都开发，最后你一定证得菩提，因为这是菩萨种，他这教的是菩萨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说我在修行，你也在修行，我的物资好好保守起来，自己捡的慢慢来用，这个证以后哪一种果不知道，搞不好是芭拉，搞不好是莲姆，哪一种果？那小小的体悟有没有？有，能不能出去行？能不能真的圆满所有的因缘？不知道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佛教佛法里面，他只要到佛所说出来的这个愿呢，他每一支愿，你给他细细的读，其实都是菩萨法，他本身的心量是遍及所有一切的，而且他意愿，他的意愿是没有遮拦的，他没有界别，他不会去框啊。所有的菩萨他不会去框，这是我的世界，那是你的世界。如果会这样，就修行的态度是错的，心量是错的，你有好多好多的门槛是错的。你可以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他的技巧，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他的专长，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他的技术跟他的层面，这是因为别相，这是个别的人，这所以麻烦是在他画地自限，他绑在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模式跟自己的世界中，自己的知见，所以不会成佛，不能悟开，你只能悟那么小小一片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道理而已，但终究呢是不足的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本里面哈，有个补充，补充是正德，为正悟体德之意，也就是刚刚是不是讲正悟，然后体德是真正你自己本身，你自己本身去得到的，去体悟的，即由修道而证悟真理，并体达果位、智慧、解脱及功德等。
那同学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原来修行里面还有一些内心的世界要开发，那在物质啊精神层次都要同等重视它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个第八大愿。第八大愿是转女成男愿。哦，这个愿呢、在座的女众我们就有机会好好了解了解。那第八大愿我们先来念一小段啊，就是把这个愿念。第八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，即生厌离，愿舍女身，闻我名已，一切皆得转女成男，具丈夫相，乃至证得无上菩提。好，那这个转女成男呢，在经论里面呢都有一些叙述。那我们先来看哦，还没有解释它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女人。女为什么有百恶，知道吗？世尊说女的百恶，盖女人因淫业而至尘爱心而来，现人就是坑井，机会就是丘陵。他说啊，女的百恶是因为淫业，淫。然后呢，你在这里面成爱，成这个爱啊，你为什么会有淫？因为有爱，这个爱心，所以你就在这条路上，于是你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，机会如丘陵。他这个男女相哦，为什么要转女成男？其实我们要懂得佛所说的，他并不是在分别说男相才是庄严，女相不庄严，那是一个比喻法。因为当时的印度啊，最早的印度，女人并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她必须依附在这个制度之下，所以女有三从嘛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老而从子，对不对？三从，所以这过程里面，她有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。那精神层次常常是因为你的身份，所以就陷入那样的习气环境当中。啊，事实上每个人都锁在自己以为的身份里面嘛。你今天是个妈妈，你是不是会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？你会做什么事？你会爱护小孩，你会照顾家庭，对不对？这是基础。如果你能够发展出我能够爱护小孩及别人的小孩，我能够照顾家庭及能够同等爱心去看到别人的家庭，那么就是转女了，就不是局限了，这样知道意思？所以女人呢，有五恶，有五障啊，有百恶五障。这个女人的百恶五障，我们还没介绍之前呢，先说世尊哦，他讲女人多辛苦呢。他说哈、女有五障，他这个五障我们不介绍，我们先介绍女人多辛苦的十恶。《玉爷经》里面讲，女人第一，出生父母不喜。你开始生出来的时候，父母不会因为得了一个女孩而非常的欢喜，除非他家都没有选女孩。现在会这样，以前男丁他有创造财富的能力，女子要守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啊，女人出生父母不喜。第二，举养事无滋味。你养他，看到他的时候，哎，父母亲没有多大兴趣，撩几回，
以前的年代啊，重男轻女很严重啊。第三，心肠畏人，这女人的心啊，女生啊，是不是会怕人？因为你在过去的有权威啊，父亲啊，或是外面啊，都是比较竞争的，体能又弱，所以心肠畏人。第四，父母忧嫁，当父母的看到自己孙女儿，嗯，给麻烦乐，给麻烦乐，是不是父母忧嫁？第五，父母生离，你要嫁的时候是不是父母生离？是不是这样？起码是就简单啦，要回去就回去啦，电话一打就到了。以前不是呢，以前不是，以前啊，国跟国之间是不是公主都会婚配到另外一个储君那边去当妃，最后当这个皇后，对不对？那话说有个故事啊，有个故事啊，是这个女儿嫁出去，这一国她的法律是这样，这女儿嫁出去之后就不可以回来，她就不可以回来，唯一可以回来就是被丈夫休了，或是死了丈夫，她才可以回来。所以绵绵无绝期的思念，女儿到底要不要回娘家来，真正想都不要想。如果要回家去，就是要不就死了丈夫，要不就被休了，这样的法律呢？所以结婚的时候，嫁出的时候，是不是父母生离？是这样。第六，为夫喜怒。在过去啊，女人讲的是德啊，所以呢，嫁到夫家去之后，你必须尊夫为天，是不是会为夫丈夫的喜或怒，是不是会牵动你？很辛苦哈，当现在的女人是不是幸福一点？但每个人想法也不一样啊。哦，第六是为夫喜怒，第七怀产甚难，要怀孕也难，要生产也危险。不是加酒香，无得四地帮，是不是这样？以前不是现在可以随时剖腹，麻醉药一上就可以把 baby 抱出来呢？所以怀产甚难。第八，少为父母检录，小时候呢，父母就要好好的调教检核你。你这小孩，这女孩不好好学习，以后嫁出真是没面子，没教养。所以少为父母检录。第九，终为夫婿禁制。中间的那段时间，嫁到夫婿家，是不是有很多禁忌？也限制你随便，不可以随便逐出门户啊？是不是终为夫婿禁制？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可以买个机票飞到哪里去就随你，是不是？以前不一样。第十，老为儿孙所喝，到老的时候，儿孙呢又会对于你这个不大能够产生任何作用的老者，有时候还会有危言，会有呵斥的时候。这些是不是把女众最难堪的十种事情都说出来了？来，在座我们有几样？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出生父母不喜，有没有父母不喜？没有，真好命，举养是无滋味，活着没什么大目标，就等着嫁人，等着生产爆家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现在女人不一样了，讲究是男女平等，心肠为人，在座女众会不会很
很害怕跟人相处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较低落？没有，因为后来已经平等了。父母优嫁，这条有无？有啦。现在或许是以前被父母优嫁，现在是当父母优嫁，是不是？这个还在。有没有父母生离？现在不顶严重。为夫喜怒，无哦，为个俏贝贝。这个有的还为妻喜怒呢啊，怀产甚难。现在哦，现在的世界，现在的环境啊，生育能力是越来越低落的。它不是你想生就能生的，所以现在不孕症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。然后少为父母俭禄，现在小孩小时候也不竟然很受教。终为夫婿禁制，这个应该是很难绝对说一定会被禁制。老为儿孙所喝，现在昏鬼多，不用受儿孙所喝，跟以前的家庭制度不同。所以当时的世尊所说的是当时的现象。世尊说，故女中智者常生厌离也。所以女人中，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你都会知道要在体性上变，然后如果不要成为这种这么难堪的女生的相状是最好的。还没进入到这一院之前呢，我们也是略略了解了。略略了解，其实在体性上，佛并不是鄙夷女性，他是在讲说，以佛性来讲，男女是平等的，男女是平等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好好修行，其实一定能够悟开，证得清净自性。这是破相论，破相的角度是这样说。那我们众生呢，为什么还是会有男女相别？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无明所造诸恶业。那我们自己所造的诸恶业感得的身份如此，所以我们懂得我们自己所造诸恶业感得这个身份之后，应该要重新来省思自己行住坐卧行为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去改变，自然不会再感召女人之身。纵使你有女人之身，那你也是持续能修行，最后也能够体性上去这个突破。所以立相中来讲，他说男女烦恼皆生，男有七宝之身，女为五漏之体，所以男胜女劣，是在就于他的条件心性上。那破相中，佛性本平等，没有差别，所以不可着相求差别。所以女人有没有可以修行？有。如果你局限在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气跟思想行为里面，那么这个就是佛要告诉我们要转女成男。这个男讲的是丈夫，不是在讲男生的这个男，不是在讲男相的这个男，而是丈夫体性这样的意思。所以男女之体虽殊，灵明之性不二。那丈夫有四种含义，涅槃经里面讲具足四法名为丈夫。一，尽善之事，他讲的是体性，你能够亲近善之事。第二，听闻正法，你能够听闻正法。第三，思维其意，你能够真正去思维这个正法里面的意涵。第四，如说修行，你能够修行，这个就叫丈夫。他不是在讲样子。同学，你具足几样？一二三，尽善之事有没有？电视打开100多台都是。听闻正法有没有？有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一同参学。思维其意有没有？
回去我不知道，希望有。第四，如说修行，这个就叫丈夫。你不陷入在你女人的那些恶，不陷入在女人的心念，下次要好好来调教女人心念哦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丈夫。所以丈夫还有另外四种意涵：自证，自己是正、明白的、清净的、光明的，自证，证他。如果你能够导正他人，能随问答，应对里面所有的道理什么都能随问答，善解因缘意，完整的了解因缘的含义，这个就是丈夫的意思。如果你具足这样，是不是就是丈夫？佛是不是大丈夫？你说我是个男生，那怎么样？你自证吗？你能证他吗？你能随问答吗？你善解因缘意吗？如果没有，只是叫公的。